如果我不小心地偷看了你的眼睛，迷失了自己，不知为什么欢喜，期待听你的声音是那么甜蜜。我拿着电话在你家门外，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，忽然感觉浑身热血澎湃，今天我想要鼓起勇气大声表白，我的心跳加快。心跳加快快